骗呐、啊！我说怎么安啊？很多人没。哦。就讲了一直讲一直讲那个。哦哦，了解。对啊。会不会信？我姓黄。对啊。对对，真的很恐怖啊！毕竟那个鸟声很大。哪边？这里的生态啊，就鸟叫，现在比较少。哎，早上鸟很吵。真的、哦。对啊，你现在用录影功能吗？你第十一天了、啊？对。好厉害哦！啊，你吃喝拉撒睡都在这边。对啊。啊，你们不是说要跟他开会吗？对，对。不是说四月六号？不是说四月六号要开会？昨天嘛，对啊，昨天有开记者会，那今天早上十点有开会，有开记者会，有开记者会，对，就是我们平时在发嘛，就完全一颗都不用碰了。他现在已经同意了？没有啦，是我们平时在发啊，还在考虑当中。没有，他都，反正没有回应，你就要持续抗争下去。对对对，厉害。你这样，你安尼冻会着？还好。还好。会累啊。对啊，而且下雨，我觉得。下雨最难过。我觉得跟你聊一聊，我回去好像有点感冒。不，我就觉得这样风吹雨晒，我才站这样站半个小时而已，我就觉得好累哦。那你站了什么？十一天了。我这个是第十天，就昨天下午才中考，昨天下午的时候，才让我昨天第一次。脚伸直，哦，这样子啊、哦，要不然我脚伸直不能站直，你那我躺的都是这样子，啊，你那怎么做？我现在坐是，现在是我坐在这边最舒服，那我要睡觉的时候是躺在这个凹洞，脚伸出去，就说我身体只有，就是我没有平躺啊，我知道，哦，那这样很累呢，就45度啊，所以最累的是树干压迫我髋关节，就是髋关节。然后不能翻身，最主要是不能翻身，不能翻身啊、哦、对，所以很累。你看这个空气嘛，就只有塞这些东西嘛，这就是我睡觉的地方。这十天我都这样、啊、在这里睡。啊，你昨天用那个绿色的啊，你怎么睡？可以睡吗？啊、你不怕那个有没有牢固会不会掉下来？还好，还好。就昨天是睡那个啊，然后晚上吗？你晚上睡那个吗？对，昨天晚上睡。会比较好睡吧，哈。各有优点啊。昨天晚上睡觉是脚可以伸直，但是哈、哦，因为这个是软的，所以你的脊椎是弯的，啊、哦，它的支撑性就不是。可是你用那样子，我恐也是很危险吧？那万一不小心会掉下来，你要翻一下就掉下来了，很危险呢。说这个。对啊。哦、没有、啊，可是我所以我是上半身在这里，我上半身还是斜着躺的。好好好，然后我脚可以伸直，所以脚伸直对于我现在是差很多，我现在脚有点浮肿。脚、哦？对，这个脚还没那么明显，昨天肿得更大，昨天肿得像哦，真的耶？为什么？就是那个啊。啊、哦，因为你没有伸直，全全哦。因为我这两个髋关节被卡住。你没有尝试过要下来吗？我晚上会下来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。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。对啊。应该不用十分钟嘛，你可以下来等他们来的时候，你又赶快上去啊。那个风险太高了。风险太高啊、哦！你还是怕他们会突然的这样子踩下来，对不对？爬得很顺，我也很难在，就说也很难在说很短的时间爬，就是下雨，就前天都下雨，下雨的时候爬上一趟大概要三分钟。下雨、啊？对啊，下雨的时候是树干是湿的啊。如果现在是干的，我啪啪啪下去，一分钟就可以爬完。就这个抓着这个树根啊，嗯，哦，抓着这个气根，然后蹬一下就上来。你当初怎么爬上去？你是从这边吗？还是从外面？从其他地方啊、哦，对，从隐蔽的地方。但是我是人工爬上来的、啊。对啊，对。我没有用绳子，没有用绳子。哦，那你也是爬树专家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是人的潜能吧，就觉得这事情很重要。我本来是先爬那一棵啊，哎，没有，那后来觉得那一棵可能没办法睡觉，啊，对，所以我才爬过来，发现这里可以睡觉。然后这个是很有名的。
很怎样？很有缘啊！哎呀，就变成做这个事情。所以现在已经，现在还，你现在看是已经稍微消肿了。对。然后那个啊，就是这样拍打介绍、啊。你要不要照一下？啊？怎样？没有啦，我朋友。你说要朋友怎样？没有啦，我就想说问他。